计划，明星家族大对抗，抢救人质。在亚洲各国当中，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是台湾、新加坡、韩国、香港，对不对？他说那有一个哪里是不对？应该是有文莱吧？有文莱哦，文莱。一、二、三，放手，放手。大头王。石总，唐伯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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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干嘛？哦，打到摄影机了，打到摄影机了，开始。死神龙造船，全新内容轰动登场。七步登峰，阿达拉拉无极之冲，阿达拉拉拉无极之冲，阿达拉拉拉无极之冲，阿达拉无极之冲。感谢大家热情收看我们的《棒打老虎鸡吃虫》。两位明星跟他们的家人将在节目中进行前所未见的激烈竞赛。经过重重考验，互相较劲，获胜的一队将有机会赢得巨额奖金以及观众的崇拜。这是一场金钱与荣耀的争夺战，哪一个家族能够胜出，成为今天最大的赢家呢？明星家族大对抗 ，Now Start！ 赶快来介绍两个家族，校长麦当校长，第一位是我们马妞。这一篇呢，敌对的是王彩华小姐。哎，彩华，你这个你跟家人的相聚还 OK 吗 ？OK OK， 我跟我们的家人都非常的亲。对对对，因为我觉得呢，可以当亲人，这是累世的这个缘分，所以我们好好的惜缘。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。那是夫妻，夫妻用在夫妻用在家人呐、啊。今天他也好像也老公也带来啊，你有办法，你老公你找你前夫来啊。介绍一下，第一位，我们来猜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个猜一下嘛，猜一下。因为四位好像年纪都蛮轻的，这个大概是啊，亲戚朋友家里有年轻壮丁，通通调过来，非常非常的优秀的年轻人，真的厉害了。第一位应该是你的侄子嘛？这个小时候有睡在一起，睡在一起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这是谁？哎呦，表弟，表弟，舅舅的小孩，舅舅的小孩，表弟，对，表弟，志源你好，第二位。来第二位，他们两个字，他们两个人有关系哦，也有关系啊，他们是亲兄弟，亲兄弟，那下一个好猜了，真的看不到，一定也是表弟了，为什么？明天表弟，表弟，表弟，表弟啊，没有，后面那两个应该也是兄弟，对啊，他们两个不是兄弟，不认识，都是堂弟，来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来林志忠，哎呦，季丢啊，季丢啊，也是表弟啊，这个就更可爱，里面最小的最 UK 的，真的吗？来汉德。真无聊，他们全家就是带了四个表弟就上了。对呀，今天邀请了我们的成员。哎呦，厉害了！那个邀请肯定得加的。好，来欢迎我们王彩华家族。彩华姐的家族。彩华家族。就不用
中介绍了演艺圈呢最受到大家艳羡的一位，对对对，她老公真的最近越来越胖，对呀对对，不是啦，不是今天啊，今天是老公，这样是老公啊，戴眼镜那位啦，哎，老公老公哇，最近又哦，最近比较糙哦，哈，喂，看起来没有了，他长高了，你没看裤子那么短。讲你话讲农业还靠到边仔咧拍款，你无见人比。我奶仔，我今日以为是流行。我奶仔，我今日我请假，让我请个李丽娜来。老公啦，不用讲啦，老公我那么熟，那么有名的。刚讲你啊，起来讲唔是咧，讲是啊，讲一下老王啊。老公，老王，傻傻分不清楚。嘿，老命名，王梦明，傻傻分不清楚。蔡林，嘿，蔡万林，傻傻分不清楚。张柏芝，张柏芝。傻傻分不清楚，陈小东、陈小春，傻傻分不清楚，没表跟来过。杜琪燕，傻傻分不清楚。王国贤，王国贤，傻傻分不清楚。王东平，王金平，好，傻傻分不清楚。还有啊，导播导路，傻傻分不清楚。导路，开玩笑，还开导播的玩笑，你不想活了你？真是，马光荣，冯妞，傻傻分不清楚。哎，盖小姐的老公，老公，对，我老公，对啊，你盖小姐的老公，真的是你老公吗？真的，真的，舌吻一个，舌吻，哎呦，这里有舌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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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，各位，哦，哇，真正，边啊，迄个应该是国务人员呐，哈，哎，你乃在，哎，乖，一定的，要解就下。就捞死啦！就捞死嘞！就捞死嘞！不是啦，迄一看到咱刚才第一的迄个地震事务所之类，是不错。我老板，老板应该是龙威办事员哦。对啊，龙，啊你老板级啊，老板，老板级应该是表哥啦，表哥是吗？表弟，表弟，表弟，笑脸呐！哦，你为什么会笑成这样？以前配挂掉就是鸽子啊，你那边。你看搞播用，播用他真操劳了。对对对，这个就这个在这拍彩华故宫啊，旧宫。喂，他是我，你谁呀？你也要看过才知道。哥哥啊，是亲哥哥吗？废话。对啊，对对，这我不相信啊。对啊，不要再叫我们舌吻了。没有没有，不可能，舌吻不可能。亲哥哥，亲哥哥，哥哥啊，你不那就公公公安啊，上节目安啊，穿着打扮。你那旗袍裤啊，那企业公公歪歪的。今年流行啊。好，那两队好好加油了。好，一见面这一关呢，就是抢救人质，冲啊！人类巨高的本能挑战，180公分不可思议的最高黄金点，智慧和速度是抢救亲人的重要关键，抢救人质行动火速展开。好，厉害啊！那么现在两队的队长啊，已经签上去了啊。对对对，队长还有队长助理，我们送给你们一个啊，马国碧，好好帮忙马牛。哎，两个姓马的，双马。哎呀，遇到二马是这个马牛最害怕。对，喂，二马就是冯了。冯了，没关系啊。好，那我们彩华这边呢，我们是送给他小钟了啊。哎呦，送钟，送钟，两组人马，哎，上身来。就位对或错要抢各位，但是要答案，如果没有答案抢了就拿回去，就不能再换了，对啊，哈，抢过去。已故的台湾铁人杨传广是中华民国第一位获得奥运冠军的选手，对不对？等会等会等会，哎呦，哎呦，睡啊睡啊，哎，为什么不对啊？杨传广。他拿的是十项的银牌，十项的银牌，连答案都告诉你，恭喜答对了！哎呦哎，你那厉害嘞！处理处理，处理对吧？嘎子对吧？来来来，嘎豆仔来来来来，哦哎，嘎豆仔来，老公为了老婆拼命了呀！来来来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来换下一位，注意了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
牛哦，欲穷千里目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更上一层楼。注意听哦，这是王之涣写的诗，对不对？你还有机会，你抢这个，说不定是对啊。恭喜，答错了。你赶快拿回来，就他这一只两只都被他抢走，你太过分了，女士优先了。哦哦，你要抢一只嘛？你要害了自己人呐！啊，来，捡一条，捡一条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二、三、好，回来。下一位，表弟，表弟，李忠忠，加志忠，加油。表弟，翁荣良，嘿，翁荣良，好，准备出题目了，表弟加油，表弟。海洋中的鲨鱼是所有鱼类当中唯一两只眼睛都能眨眼的鱼，对吗？请抢答！答！哎呦，哎，有什么攻击给那个招呀？抢一个也好了，这边像刚刚那个谁，蔡明也捡到了。好，鲨鱼是不会眨眼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就选的差嘛，对吧？对，我要选错，哎，但厉害！恭喜答对了。鲨鱼啊，鱼类一般来讲不能眨鱼眨眼，对不对？鲨鱼它会眨眼，它会眨眼，所以它音乐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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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哟呵，噔噔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刚刚那个什么，鲨鱼会噔噔噔哟呼吗？哟呼，鲨鱼出动了。眨眼，悠呼，真的啦，真的，会悠呼啊，悠呼悠呼，哎，我还没看过这个鲨鱼，带走，再剪一点，这条不一样，小庄丽华这条你敢搞的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危险了，危险了，后面，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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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转向，转向，转向，转，好，下一位，来，请准备了。中国的四书五经的四书指的是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伦理》《易经》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我只是先拿起来而已。吓死人！哎，你还可以藏进去里面。指的是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伦理》《易经》，对不对？你真的抢我抢过那一只，他抢对啊，他很快。哥哥，你哥哥直接抢错的嘞，为什么不对？为什么？麦克风拿起来讲，好像是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吧？恭喜答错啦！你哥哥有读书，你哥哥有读书，你哥哥有读书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简称四书。好，来来，剪一条，你起来，赶紧啊，赶紧啊，来来来，等一下。嘎叽掉，嘎叽掉，嘎叽掉，啊嘎叽啊嘎叽啊嘎叽啊！准备好，一二三，嘎嘎嘎嘎！哎，我跟你讲哈，这边很危险，这边再一条大家也挂。对啊。哦，决战了！我觉得已经决战了。超三条。决战了！哦，又换了老公了，老公来了，你老公来了，你老公。我跟你讲，老公我跟你讲，加油！今天赢也老公，输也老公了。好，各位。有一道四川名菜，哎，宫保鸡丁。哎呦，宫保指的是花生，是吗？请抢答。错，赶快！各位放心，赶快抢，你这个包赢了。你注意，就是赢。没有，他抢那只，就抢这只啊。宫保。哎，人的习惯好像，大家去争的时候，你感觉就是那个是对的，对不对？人家抢你就抢，跟着人家去抢。宫保是花生吗？应该是辣椒吧。对。那你为什么不抢叉呢？对啊，你怎么刚去？谢谢老公，老公。妹妹，老公，你叫什么老公啊？对，我是你的老公啊。谢谢老公。好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他很久没有叫这两个字，那来叫一下啦。好，给给。来来，你再叫啊，谢谢。谢谢老公。嗯，乖乖啊，等一下，我们发他过来啊。好嘞。那么这个时候我要问一下，菜花，你要回去看看哈，看什么？家里有没有那个不祥的？
不明来路的保单。为什么？哎，那他帮你买很多保险，投保人是你，那受益人是你老公。哎呦哎，真正的宫保鸡丁就是辣椒啦。错，来来来，嘎子屌，嘎子屌。观众朋友内行的，如果觉得王彩华这边很危险，你就错了。真正危险的是哪里？是马妞这边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干嘛？因为他腿张太开了。腿张太开。你不要，你会不会剪？我来帮你剪啊！我来帮你剪。阿姨，帮我们拿麦克风。来了。瞧正面了。下一位，来表弟蔡明峰，蔡明峰，蔡明峰，加油！表妹陈佳琪，再剪一条就可以了。来给表妹加油一下，快点！加油！加油！彩花姐，加油啦！加油啦！我担心你，表妹，这一定我努力了。你好自为之。各位注意，在亚洲各国当中抢对错，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是台湾、新加坡、韩国、香港，对不对？你那表妹都白唱嘞，哎，困起来啊！梦魇，土鸡梦魇，被抢走了啦！被抢走了，对呀，对。其实有当时啊，大鸡嘛袂歹啊。你那影片结婚拢安尼哦？对呀，都结婚拢上来啦。对，还是表弟厉害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亚洲四小龙是台湾、新加坡、韩国、香港，这是不对的嘛？哎，那有一个哪里是不对？哪里？韩国、台湾、新加坡、韩国、香港、香港、香港。应该是有文莱吧？有文莱啊，文莱哦，不是，不，没有，我们要制造效果，我们是乱猜的，对对嘛？人家表弟制造效果，对不对？但是答案还是我们拿到啊，对对对对，好，应该是台湾、新加坡、韩国、香港，不对，是哪一个不对？哪里不对？我不知道哎，你不知道是吧？那我知道，你知道，我讲出来好了，好，哎，答案是他对的。奇怪，你明明有答案，你还不讲？对呀，对呀，你要制造一下节目效果嘛，对不对？蔡明峰，厉害你！处理一条，我来剪，我来剪。先来一个，这个我可以请那个 Nono 哥帮忙一下吧。放心，我想我加这啊。我讲多一条，啊，你就加多一条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我刚后边那条我看到卡十万。啊，这里。不是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旁边，旁边。这边啊。这条的，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来，继续。哪一条？这条，这条。哪一条？这条，这条，这条。好，准备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哦，冲了，冲了，冲了，冲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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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马妞好稳哦，哦哦。哦哦哦，马国斌来干嘛？哦，国斌，哦哦，是是是，是。OK OK， 不要动脚了，不要动脚了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对对对对，不要动脚了，不要动，对对对对对，旁边帮他拉好，拉好脚，好拉好脚。哦，各位真的到决战了，好不好？决战决战，各位，下两位，来，表弟翁荣良，表弟林志忠。哎，我看一下你看忠厚，你要小心呢，好好不好？这道题目注意听哦，两队注意听哦。好，在棒球比赛里面，进攻的对方不可以一直站在对方禁区超过三秒，对不对？请讲啦，讲啦，讲啦。只剩这个，篮下三秒钟为什么不对呢？是篮球吧？我刚是说在棒球比赛，所以你拿的错，对不对？我聪明，恭喜答对了。来，我来处理。爱你啊，你的表弟哦，翁荣良，我爱你哦，耶耶耶！剪哪一条？剪哪一条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要哪一条？中间那一条啦。好，欧龙，他们要中间那一条，就给他中间那一条。这一条。来，你往前站。
你出这什么馊主意啊？中间那一条根本没受力，根本就没事啊！死得太早。对哦，好，下一位，邱安德加油！好强哦！加油！两位请准备，哥哥加油，哥哥准备抢答了，哥哥要加油，哥哥跟表弟啊，哎来，一般的花式撞球哦，八号球是黑色，对不对？棒打老虎机器虫 ，Hack Two。请问你不你弄球啊？八号球是什么颜色？邱汉德。啊，九号球什么颜色？黄色。黄色，对呀。恭喜答对了。谢谢温暖。哎哎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会死哦。很难讲，很难讲。好，剪哪一个？剪哪一个？剪哪一条都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一样，反正剪一条就对了。哦，这一条对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心啊！有人留着没死，有人留着还没死哦，让他撑着嘛，让他撑着嘛，有一个留着都没死。来，队长御驾亲征了，来来来来，马姐来玩好了。阿国弟，阿国弟下。歌唱，手牵手，我们一起走，把你一生交给我。这是蔡依林跟王力宏合唱，对不对？直走，打薄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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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在干嘛？哦，打到摄影机了，打到摄影机了，没事吧？啊，凹进去了。啊，我看巧了。哇，哎，这个几克啦？这个。哇，整个咬破裂，直接爆！老宝老宝，我跟你讲，牙齿有没有几副啊？玩死他们，先雇他们拉过去。玩不玩他们嘛？你们干嘛？